人言锦马超，果然俊秀如锦，名不虚传呐、啊！大哥，莫长他人威风，我即刻下官去战马超。哎，三弟，且慢，马超锐气正盛，此时已暂避其锋。我就是要挫他锐气。三弟，休要鲁莽！嘿，张飞。 有胆量，快下关来，与我斗上一百回合。大哥，马超挑战，我避而不出，莫非是怕他不成？三弟，切莫急躁，我自有制胜之策。哎，来来来，张飞，汝既不敢出战，何不早早开关投降，饶汝一死？来走！张飞。 汝不必害怕，当年长坂坡的英雄，敢否下关一战？马超在此，以恭候多时。啊，三弟，来。张飞，今日不战，我誓不回营。 三弟，现在可以出战了。哦，哎，慢，走吧。马超武艺非比寻常，三弟务必小心，万万不可大意呀、啊！大哥放心，准备迎敌。 认得燕人张翼德吗？嗯，哼，我家世代公侯，怎会认得一村野匹夫？大胆狂徒，走！这，来呀！ 这乃当世之虎将啊！马将军，马将军，马将军。